哎呀，这么大一口，哎呀，呀，把听诊都抢了，哎，烫完水了？啊，烫刚烫水。哎呀，哎，这自己家杀的猪啊，这样不就行了，是吧？嗯。啊，那多浪费柴火，我的妈！少填点，这真是有了现在。还往里填，还往里填呢，还往里，还往里填。填多了着的旺，怎么的？还有猪爪子，这个行，整个猪爪面行，哎呀，小白酒啊，往里边一放，提前炒好的糖色，云雾缭绕的，这个不用炒料啊，胖哥，辣椒、青花椒、花椒、小茴香，这个多了，白芷，整个身里边，草果的这个东西主要是干什么？卤猪头吧，嗯，这个。哦、里边放个十个八个丁香，那勾起味儿来。像凉姜什么的，这都是沙果、沙仁果什么的，都很正常的东西。啊，主要是放点凉姜就行。开锅以后烀40分钟，然后扒骨头，再泡半个小时。好嘞，是扒骨，扒花的。来，我来放。哎呦，好，小色儿不错呀。为啥把骨头扒了呀？扒了骨头，它里面，哎呦我操，哎呦掉了。它因为它这个脸骨这个肉吧，它肯定带血丝儿。哦。这个在家里边糊了六七个。今天啊。对呀、啊。自己家吃六七个猪头。然后送人，啊、现在就把肉等着放进去。再焖一焖，焖一焖，就是焖着干什么？因为它正好带点血丝儿。吉时已到，开锅。这个可好了啊，焖了三个多小时啊，跟果冻似的，看。啊，都发抖发颤的，把盆拿过来呀、啊！你要哪块？我要鼻子。块？是这个。哎，对，就这块。满足你要求，看到没有？来，给我看看，亮的。我给你亮个汁儿。看到没有？皮就掉下来了。就现在，你知道吧？淌着油的时候，你看。哎，它最好的时候。那一半等着回头再说。嗯。是过去的，哎，和果冻似的啊！嗯，多加白芷还不腻。哎呦，哎呦我去！太牛了！你不是要下果吗？这不就是你给我切那个吗？这个下果，下果，下果是好东西啊！上下的，咱都是果。我我不能看着他吃，看着吃，咱赶快吃。我操、哎！要点脸不？哎，就两个拱。哎，我给你留一半。哎，我的妈！都知道这个好，我给我留一口不行吗？嗯，这香菜还解腻啊。嗯，入口即化。看这肉皮都滑哈。我的妈！真生掉了。等它凉了，你切，再有一炒，然后会炒个菜什么的，好吃。嗯，我的天，你这里边，来，还有一个吗？你不吃骨吗？还有一个骨，还有一个骨，不行，造不动了，造不动了，造不动。去啃骨头，我啃。来，我啃，你放什么放？肉肉不行，这个是好东西，肉肉不行，骨头可以啃一啃啊。这个是实在吃不了了，兄弟们。这也吃不了了，吃这个哎，你吃饱了你别瞎叭叭了，还吃这个吃那个，少喝。赶快造啊！你们不是喊着吃猪头吗？还搞吃，你再吃一碗。哎呦，吃不动了，收尾。感谢大伙支持王八蛋团队五宝六宝这一天，拜拜，拜拜。